今天好奇怪，今天这一班怎么颜值都这么高啊？等一下，哎，石飞兄，你们来三个人啊？对啊，哎，你们不是最近变十几个人吗？对啊，精英组合哦，精英啊，精英啊，男生比较红。Gentlemen 不是四个人吗？精英组合，对，精英组合也是精英组合哦。哎，两大现在台湾的男团凑在一块，很棒哎。今天这个课堂，哎。哎Super Junior， 你怎么还有脸搭话？神童哟，你是什么？神童哟 ，Super Junior， 我一岁就背唐诗哟，三岁九九乘法表，大家叫我神童哟。来了来了，老师来了老师来了，起立，李正，跪下，不要不要，哎，行大礼。今天明星补习班能够邀请跨越三个偶像世代，无论是外表还是实力，都可以堪称是台湾偶像始祖的包伟明老师来当指导教授，教哥都忍不住下跪迎接了啦！到底今天包教授会传授什么样的偶像秘诀呢？欢迎包老师、包教授。Hello， 好棒！哇，好开心看到包教授。我刚刚说哈，就是说您这几十年都没有变，我想要拿一个证据让同学看一下。证据就是您年轻的时候跟现在对照啊。哦，好啊，好啊，好啊。这个照片很难找，我们是到历史博物馆啊。喂，历史博物馆，太好笑了。去神龛里面偷出来。是不是包大哥都没有变？是哦，哦，帅哦，来来来，现在越帅越帅。这个是我17岁的时候。哦，17岁的时候，我之前有看到包教授那个新闻，他的肌肉到现在还是很硬，很硬朗。Oh my god！ 有在练吗？你们几个有在练？有啊，我看几个身材都不错。对他有在练，对，真的吗？现在练。不是现在。那请问教授，你每天都会做什么样的？比如说，如果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我们这些偶像，对不对？要其实大家可能不相信，我到现在都没进过健身房。真的没有，我这一年多，我的核心肌群都在家里，一天只花了8分钟。真的8分钟，1分钟1块肌。1分钟1块肌，8分钟8块。喂，怎么讲？是，我是讲真的。怎么做嘞？其实很简单，你在网络在搜寻有一些激烈8分钟的，但是初期你先简单的仰卧起坐，不要伤到脊椎，这样子你起床就可以做。哇，专业耶！一日偶像，终身偶像。那偶像你就不能变质啊，偶像必备条件，因为你们都是偶像，你们要走得长久，这个是第一个先决条件。以这个唱歌唱跳来讲，唱还是为优先。音色、音质跟特点很重要。像我们从费玉清，对不对？费玉清他唱歌就很有自己特色。来一段。他的特色呢，基本上是两只手会握麦克风。他的共鸣点呢，不是鼻腔，也不是头腔，也不是喉腔，耳腔，他是臀腔。有臀腔的东西。哎呦，来了，这个叫运气。好，让我能不到一声晚安。送走这匆匆的一天，把我美好的，就大概是这样的。哇，哎，那你们比一下，比一下哪一组的臀腔比较厉害？臀腔派一个代表出来。臀腔啊，对呀，臀腔吗？臀腔，商量一下，商量一下。你们谁的臀部比较翘？对，谁的屁股最翘？最翘。我屁股超。我们验检查一下臀腔啊。嘉乐，这不错哦，不错哦，要站起来了，对。有，嘉乐的屁股果然又翘又有弹性，史贝秀派出自认屁股不太有肉的伟绩，到底屁股跟唱歌又有什么关系呢？转过来，稍微侧面，侧面，开始扭动哦，看谁的扭动的次数比较快。扭动，哎，您是第三位，第三位，啊，预备啊，三扭啊，计时开始。哎呦，我想。
好像很快，变快，变快，变快，快一点，变更快 ，shake your body， shake your body， 变更嘛，伟俊很厉害，伟俊很厉害，伟俊，嘉乐很厉害，好快哦，不能输，嘉乐有在做射箭的感觉，伟俊真的比较厉害，你好快闪出来了呢，哎，伟俊很强哎，老师，他这个就有氧 Ricky Martin 的，其实刚刚没有人在看你，你知道吗？教授，其实有我也有一点，我跟你讲，伟俊真的很快，你要不要看一下手？来收我屁股 ，OK， shake your body， 哇，表情超丑的。加乐来，加乐慢了一点，预备 ，shake your body， 还要靠全身，对对，有人呢用上半身带动屁股，有人用下半身，教授是真正屁股中的屁股，音乐下。十度，耶！掌声 ！OK OK OK， 好厉害哟，教授。所以这个基本上，对呀，好，我就想共鸣点是很重要。了解了解，这个就是唱慢歌，但是一首歌的好听与否，绝对是在它的尾音。哎，尾音如果你控制的好，它这首歌就完美了。比如说慢歌，尾音一定要轻放，千万。不能重切，快歌尾音就要重切，才会有 punch。哦，快歌要可以示范一下吗？我来一段快歌，好不好？跑跑跑 ，come on come on， 来打拍子，嘿嘿 ，one two one two three go， 跑跑跑，向前跑，经过小桥和大道，左边跑。把宝宝向前跑，好弹哦，他好弹哦，站在不远了，弹簧腿，哎呦。OK， 哎，厉害哦！你唱歌的时候，在吸气的时候，才不会影响到你的肺活量。你是说那个尾音要短促，是不是？短促，然后重切这样。对，你一定要在节拍上砰砰跑跑跑，要跑跑跑向前。哦，就会喘了。懂了吗？懂了吗？要跑跑跑这样。所以快歌。那慢歌呢？慢歌就轻放啦。像我刚才就唱啊，让我。门户道一声晚安，你拖长一点，对你不要说把让我门户道一声晚安，哦，你这样听，人家觉得这首歌其实压力很大。不过你们团体里面总有一两个是歌唱担当，对啊对啊 ，special 是谁啊？来，我了解一下，我们的 special， 我，你是负责主唱的，我告诉你，主唱很重要。因为主唱，如果你当天的状况不好，整团就要请假，真的要请假，哦，真的自己着急请假，所以你负责主唱，很有自信。哎，那还有负责别的吗？是负责 rap， Evan， rap 很不容易，对 ，rap 也不容易。哎，我想听一下 rap 好不好？哦 ，rap 来一段吧，来一段。Oh yeah， yo，come on， put your hands up， yo。Yo, I'm guess I play the bad guy. Swore I told you last time you knew it wasn't good for you, but you swore you hit the jackpot. You swore you struck gold, stepping on your toes, always tripping over nothing. But nothing's on the floor. I swear the time takes to congregate and conversate, so something's complicated. Just don't have the time of day to try to pay attention to what your mama says. She's moving lips, talking about stupid shit. Stupid shit. Don't know how to get mad, but she can move them hips, move them hips. Yeah. Yeah, man. Oh, oh, oh.其实 rap 最难的就是你在一句当中，你要把比如说有五十个字，你就把它能处理掉。呀，是前面很好，但后面稍微有一点急促。对，为什么？因为你可能少许的辣就忘了，但是还好是你的态度跟你的颜值 cover 了一切。所以这一段欧趴算欧趴，长得帅，人帅真好哎。人帅真好，人帅就好。啊 ，gentlemen， 你们里面谁是歌唱担当？其实我们有一个 rapper 在团里面，你们有 rapper 担当吗？我们加了。Battle，Battle，Battle，Yo， 唱的 ，Yo，Yo，Oh yeah， 什么时候？哦，我们站太前面了 ，Yo。Let's get lost tonight， You could be my black king boss tonight， Play secretary on the boss tonight， You don't give a what they all say， right？
Christian, the Christian, and Christian Dior. Down or don't make them like this anymore. Yeah. I ask, cause I'm not sure. Do anybody make real sh** anymore? Bow in the presence of greatness. Cause right now thou hast sickness. That's right. You should be honored by my lateness. Thou hadn't even show up to this late shit. So go ahead, go nuts, go ape shit. Especially on my pastel, on my ape shit. Act like you can't tell who made this new gospel. Homie, take this. Take this.对不起，我觉得这个团，刚刚你想要 rap 的时候，就很多很棒歌词都会出来，你知道吗？他们彼此之间的给予这个退路都留得很好，差不多，差不多还在节拍上，见好就收，见好就收，真的。其实基本上你的感觉 ，rapper 是不同的，你是比较有带自己的 action， 你的动作的，其实是可以让人家感觉是这个声音。跟你的字句跟你的肢体它合为一三合一、哦、那我想听其实我想听主 vocal 的、哦、唱歌 的,、哦、唱歌的好好好好好好那就是我违禁啦加油加油你要唱什么歌让教授听一下唱周杰伦的安静来好听听看加油来加油违禁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我懂我也知道你没有舍不得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我才会逼自己离开、哦、你要我说多难看我根本不想分开为什么还要我用微笑来带过我没有这种天分韦静他唱歌是很有韦静，讲真的，因为一般人唱歌唱完就唱完了，但是你唱完会让我们去 enjoy 在你的那种声线当中。其实你的嗓音其实很我喜欢的，因为你很单纯、很直，而且你跟杰伦是不同，因为他的咬字是有他独特的含糊，你反而是清楚又带又不一样的情感。反而唱出来好像是你的歌一样，我觉得 Special 很棒，但是 GTM 可能就没有办法了，是吧？哎呦，啊，还是也要派出我们的主唱，稍稍我们派出主唱是谁？主唱主唱是 Kenny， OK， 所以今天呢，啊，我也带我的也是副主唱，哦，副主唱，对，我们会有一个和声，什么歌？我们来这首选一首修炼爱情林俊杰的林俊杰的林俊杰很难唱哦这首歌不容易唱哦一个人就难唱了还要和声尤其两个男的唱好特别的真的两个人一起修炼哈对好来试试看加油加油 Masha Kenny
凭什么要失望？曾眼泪到心脏，往事不会说，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眼线。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近距离的牺牲，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恋成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幻想，几年后的月亮，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别再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几年前的幻想，几年后的月亮，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别讲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好，谢谢，好棒哦，感动哎。对，玛莎，你的声音是比较亮的。OK， 要亮的，如果你要当和音的话，你真的很容易就吃掉。这个 Kenny 的声音，这是真的，因为你又一开始先开口，我认为你是主唱，所以你们的安排可能稍微要再稍微协调，但是渐入佳境，你们我觉得很感动，说在 Kenny 在唱主唱的时候，组合音的时候，他的声线是有一点比较沧桑的味道，那你是一直看着他在和，这就是和音最具备的，就是一定要配合着，虽然他很。沉醉在他自己唱歌，但是你有配合他的进歌的所谓的节拍、节奏感、节奏点上面，所以完整到 ending， 感动到，所以前面就会忘掉说你是抢过他的亮丽度的声音，整体也是满分了。但是，接下来就跳了，既然要成为一个团体，现在哪个在舞台上成为 super star， 哪个不跳？很少，对不对？你要所谓开巡回演唱会，你说杰伦要不要跳？要，还是要跳？跳就是要特色。成为一个偶像歌手，你光会跳没什么了不起，你一定要有所谓的招牌动作。对，好，哎，我怎么那么好 Q 啊？我要讲一次内心的话，我现在其实是封批了，封批，因为我去年的结婚宣言。我再也不劈腿了，真的吗？我对着我老婆讲，除非是唱泡泡泡，来，泡泡泡，向前跑，来喽来喽来喽，注意开门，泡泡泡向前跑，我们来见了闹后跑，哇哇哇哇！有没有各派一个出来学这个？一人，轮到你秀了，一人 ，Come on， 该上班喽，试试看了，试试看了，来，可以吗？嘉乐，嘉乐，我们一起玩，我们一起玩，要一起 P 哦，怎么样下去又上来了？其实，劈腿一个先决条件，你要无预警的下去。如果今天你只是说我要准备劈腿，那个动作就不会好看。哦，不能先要做什么？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哎，转完圈之后下去。上来，哪怕是下去上不来都有动作哦，就可以留在那边。对对对，你就可以啪啪啪，再爬起来。跑跑其实很简单，对，来转圈，然后呢，注意喽，然后好就下去。对，老师你有教吗？不好意思，你有教他们什么？是不要吐槽老师，就下去。对不起，就下去，太不负责任了。劈腿其实你不用全劈。因为如果你要快的话，你一定要半劈，就这边下去。哦，半劈，这样下去。
哦哦哦，然后再起来，再弹起来。那通常我们有拿麦克风嘛，两只手其实是。哦，帅帅的起来，扶自己起来，对，厉害。没有，其实你有一个反弹力，上就起来了。谁先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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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乐啊，嘉乐先，嘉乐先，好，好不好？Music，随便你，随便动作。前面自由发挥，跑跑跑，向前跑，对对，经过小桥和大道，改编版的跑跑跑，哦，跑跑向前跑，哎呦，准备哦，一腿转，好下去，上来，哇，上来，上来，上来，对对，破损破损。现在知道包教授的厉害了吧？真的，时间到就要下去，然后马上弹起来。而且我刚刚我下去的时候，我整个肌肉是这样撇开。说实在，是不是有打到你的二轮？他可能听不懂二轮。我直接觉得很震撼，然后我的脸是整个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对，所以真的，我们常常讲台上一分钟，台下十。来看伊恩的，好耶，加油加油加油！看人家的肌肉好不好？要先准备一下，跑跑跑，自由发挥，向前跑，经过小桥和大道，耶哦，跑跑跑，我向前跑，目标就在那，好，转圈劈腿，下去，上来，下来。有抓到窍门，对，因为记得你下去是，然后后面一定要顶上来，就是你不然劈哪一只脚没关系，后面就要顶一下它才能上来。对，伊恩好强。如果你光靠前面，你是拉不起来的，你腰力再好都拉不起来。加了要不要？要不要试试？再来一次，要不要试试看？加油，不要退 ，Go！跑跑跑，向前跑，经过小桥和大道，跑跑跑，向前跑，加了，准备劈腿，下去，上来，来哦，不错哦，这要练得很熟，你们就知道包教授多厉害啊，谢谢老师厉害，包括教授，哎，你说他们其实有各自安排一段舞蹈要给教授看啊。刚刚那个是临时来的，不算。对对对，他们各自有准备哦。那叫，哦哟 ，Come on come on， 我，室友室友，哇 ，Yeah yeah yeah yeah， 哦，哇，加勒贝托伊恩。好好看哦，真的哦，厉害，好厉害！跳舞哦，力与美是很重要。哎，他们两个都不会喘呢，你看你刚喘成那样，我好喘哎，真的。对啊，你看伊恩脸都没有变呢，完全没有变呢，都没有什么。他刚刚是去吃便当吗？我们刚刚讲唱跳结束了，耶，都是有特色。是，接下来就是演技。哦，哎呦，为什么这个偶像跟演技有什么关系啊，教授？现在偶像不单是会唱会跳，也要会演。哦，因为要演偶像剧啊！哦，对，你看看，你演了偶像剧又唱主题曲，整个是有啊有啊，这些都有在演，有演戏的举手，演戏举手，对啊，你看都有在演啊，都演哦，所以演技是有多重要？而且我们常讲上舞台要表演，对，要先表才会演，对不对？对，先表，对对对，一表人才，对，然后好好的演，注重外表，对不对？哦，那我们要怎么测试他们的能力呢？上道具。演技大比拼，这几盘寿司中有几个寿司加了满满的瓦萨比哦？到底会是谁吃到瓦萨比寿司呢？教授和班长先来示范一下。你选你喜欢哪一种鱼？我都可以，我都可以。真的、啊、好，那我就选。先吃有鱼吧。你喜欢哪一个鱼？我这个鱼。好，那我就选这个。对，哎，我选这个好不好？对对对，一个一个，你先、啊，我先，教授先。我等一下猜我们两个谁吃到。好，哎。瓦萨比有很呛的芥末这样，哇，嘿，哦，教授表演好浮夸哦，哎呦，教授很专业，
只是他刘海好厚、哦，流汗了，流汗了，都遮住他的表情。他流汗，他刚刚擦汗呢。流汗，流汗，好多细节哦。哎、欸，应该是真的知道了。你们包的也太多了。所以我刚刚要救你，你又不要。我都要给你嘞，有人我来夹，我来出力。啊，你改个可不可以？给你嘞，对不？好，要换我的了，要远游吃到的，是不是？哎、欸。焦哥好，好认真在品尝，太好吃了，感觉没什么、啊。怎么样？感觉很正常哎，还不错。哎、欸，不是，脸红了，脸红了。哎呦，怎么可能？好，有没有水？有这么好吃吗？有没有水？有没有水。哎呦，哎、欸、，OK， 大家猜一下吧，到底是谁知道真的？这个，哎、欸，让你们猜不到啊。石贝秀讲一个答案，然后那个 gentleman， 我觉得是包哥，包哥，对，包哥，包伟民，反过来就不好听，割包，没有，挂包啊，挂包啊，你是咧，挂包你下面，你给丢啥？石贝秀，可以猜包老师，包老师知道、嗯，你的太会演了，真的吗？嗯，好，答案是什么？我没有吃到，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没有吃到。可是你都把那个东西吐出来了，吐出来，对啊，因为那鱼不新鲜。他在演呢、啊，他连吐都没吐，好长哦！天哪，你连吐都假的！天哪，你的人生好虚伪啊！演技要自始至终，你这个大骗子，真的，老师他说你虚伪，不要正经骂老师。我只是告诉你们说演技。但是所以记得演技，不要说感觉这一段玩了玩，其实后续续航力才是最重要的。真的，他故意还因为现在你看那个任何的戏剧都是要很实际的，哦，不是说前面这样啊，然后后面就没事，那个镜头还是拍的。真的，哪怕你今天是当背影，所以这个很重要。我没有，但是问题是我也没有吃到。你也没吃到，我们两个都没吃到，因为这个部分，因为只负责整你们三个。对，这样。OK， 这个时候我们因为资历比较深，真的都没有吃到，真的没吃到，我真的没吃到，我们都没有吃到，没有吃到。但你们的就真的会有。包教授真的太厉害了啦！大家真的以为包教授吃到瓦萨比寿司了呢？接下来这两盘寿司里面真的会有一个有瓦萨比的哦。首先派出 special 的三位接受演技大考验，同时还找五位粉丝上台投票，猜猜到底是谁吃到了 wasabi 寿司呢？一起睁大眼睛猜猜看到底谁的演技最好哦！来喽，仔细看哦，看偶像吃生鱼片哦。谁先看偶像练习筷子，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哎，伟静，伟静你行不行？筷子。伟静，你先好。伟静开始，整口进去，不要露馅、欸，要演有吃到哦，有吃到的感觉哈、哦，你可以自由发挥了哦。有，嗯，吃到了，他感觉好像吃到自己的舌头哎。哦，哎呦，好， okay, okay. 好，五位参考一下。嗯，再来，加油，伊恩，有没有吃到呢？嘴巴不要露出来，哎，对对，小心。哎呦。啊，就是他了，他有眼睛泛红，就是他了，他眼眶有那个湿湿的，对，辣到，哦哟，好 ，Evan 吃好，哎，他们还在演哦，你看那个韦静都还在演，哎，吃的生鱼片，韦静自己笑场，真的，哎呦 ，Evan 不错 ，Evan 很假哦，你看看眼睛故意瞪很大，哦，哎，这个中间还有想到故乡的妈妈，哎。流眼泪。喂，好，来一个一个说答案吧。来，大凯，一个一个讲。好来，先。哦，哎呦，哇，谢谢。擦到黑哦。哎，啊对。哎，还叫我帮你拿这个。哎，来，紫花，你们是不是比较喜欢他？然后就一天。对啊。哎呦，猜是 Evan 哦。哎，伟静，全部是 Evan 的粉丝吗 ？Evan 的演技不错。怎么所有的粉丝都把票投给 Evan 呢？难道真的是他吗？还是其他两位的演技真的太好了呢？正确的答案是一、二、三，请举手。哦，全部都也太会猜了。我本来想要演假一点，结果我懂你的路线。对，你本来想要浮夸。不是，对啊，你们怎么会？怎么对啊？粉丝了哦。
很凶哎，他们知道偶像的个性，对对对。所以你本来想要演，但是后来发现真的很呛，根本不用演。对，我一开始想要，可是真的开始辣了，我也真的要 hold 住一点。呼呼，那绿色就跑出了。对也对。粉丝们真的太了解自己的偶像了啦！恭喜所有答对的粉丝们，可以和偶像们合照当作奖励哦。接下来换 gentlemen 接受考验了，到底他们的演技会是如何呢？来，先准备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Masha，弟弟先吃，对你先吃。来，弟弟先吃一个哦。帅啊帅啊，小心哦小心哦，不要被看到哦。哎，吃到了，好辣哦！可是我不怕，我没事。哦，哎，有感觉了，有感觉了，变了，冲到鼻子了，冲到鼻子了。Oh my god！ 有流汗吗？哦，流汗，会哦，很会，对不对？金搞你哦，好来过来，好，哦，真的金搞 Kenny， 好，我继续延续 Masha， 延续的表演，延续下去。哎，下面一直在骂他骗子，骗子！你们是有多大的深仇大恨？不要被看到，对。加油 ，Kenny， 开始演吃到芥末，哇 ，Sabi 握寿司，开始。我看有一种哽咽，哽咽，哈，内敛的演技，他是比较内敛。你看，你看那个Masha就浮夸，Masha，这样就够了。Masha还在运气，你看。哎 ，Kenny 没事吗 ？Kenny 遮嘴了，是怎么了 ？Kenny 的手一直在抖，哎，我不知道。想吐吗？还是怎么样 ？OK OK， 感觉是他哎。那我最后一个哦。加热。加热。OK， 要不要帮你加热一下？加热，那没办法了。加热，加油，来开始演吃到芥末握寿司。哎呦，还没吃到，现在还没吃到，他不怕。你像我也是不怕那个芥末的。哦，真的？对呀，怎么演很难演嘛。哇。哎，有喽，有喽。有，哎，好，现在五哥加热没错了啦。旁听生窃窃私语啊，好了，赶快哦，决定好了吗？我觉得这组比较难猜哎，这组哈，嗯，来五位，来喽。我数一二三，你就举手哈。好，一二三，哪一位？哦，哎，真的太像我刚刚真的不是演，我的脸泪是真的飙出来，那个太呛。你们站太远，我跟包大哥哦，已经看到厚厚的一点，我们已经看到肉馅了，好狠啊，好厚的一点，他不是演的。他我刚刚想说他表演的好夸张哦，因为真的很是真的。来来来来，这两位是谁选？两位的，好，恭喜，来来来拍照，合照的机会，好，谢谢其他三位，谢谢，来来来，跟三位一起来，好，你们站前面。拍两张哦，其他三位我们待会可以跟大凯合照哈。对，不要走，没有，他说他先有事，有事先走了。没想到每一位演技都非常的不一样。对呀，啊，其实包教授今天您一定也大开眼界了哈。我大开眼界，这个新一代的偶像都很优秀的。很开心，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偶像团体。终于有很棒的接班人，yeah， 但是我们还是要跟这个教授致敬，因为教授最近又出了新专辑，哦，真的，对对，介绍一下啦，教授。OK， 我这张专辑叫《方方法》，我从35年前跑跑跑，到1年多前出了拉拉拉，对，拉拉拉，现在方方放，方方方，边跑边拉边放，哦，哎呦。一边跑一边拉一边又放屁，这样一边拉屎一边放屁，不是啦，三部曲，什么急救的，哦，跑拉放，哎，哦，但这个肠胃要很好，是是，没有，当然这个方方是以 funky 为主，大家知道我的偶像就是 Michael Jackson， 我相信是很多人的偶像，嗯，但是我这张专辑里面有向他致敬的舞蹈动作跟他的音乐，哦，对，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funky。是这个我们要学习啊，就是说现在当红啊，是大家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但能够做演艺圈做到20-30年还像大哥一样屹立不摇，屹立不摇，状况很好，我们要向大哥多学习。谢谢大哥，要不要今天表演一下？好啊，好想现场看一下，带来一段，对不对？好，好吧，那让我们后辈体胖一下，对对，我们这个应该讲教学相长，真的，我讲真的，好会讲。好，那在唱什么歌啊，教授？放放放，耶，欢迎。